接下来请蓝队。我这好难啊，这好难啊。我们试一下吧，我们也不是没戏。走，这是我女儿最喜欢的游戏，抓气球。对，真的。走吧，走吧，别琢磨了。换一只手。走吧，走吧，别琢磨了。换一只手。他就对他往上扔，还是往上飞？哪里往上了？刚刚，但气球不听话呀，他就非要往下呀。你们俩试试吧，反正已经有一个了。怎么放啊？你往天上放？往上，还是往上扔？哎呀，哎呀，哇呀！但你中途好丑，你真的是我。你是街道但中途哎呦，我在这里没有比鱼更丑的了，来吧。是我们的问题吗？是我们的问题。因为蓝队在刚刚的挑战中胜出，所以蓝队可以为自己队挑四个词，然后将一个词给到绿队。我们的歌不能没有假发片。假发片那肯定要跟发际线一起啊。嗓子眼儿。嗓子眼眼、啊、哎眼可以。对吧，还有一个猪八戒可以。行吗？可以可以。啊，鲱鱼果冻给他们。鲱鱼果冻给你们。好，就这样。我们来哪个？那老胡胖头鱼。再来一个音乐节吧。哎，你现在一看歌词你就能看出哪个队的品味了吧。这么多词儿。现在两队就选定了你们的第一波词，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大家还会赢得更多的词，到时候要编进自己的歌里。